蔡宣台不到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将带您看到，就是蔡英文主席啊，竞选团队推出了新的网路短片。这个短片的内容是侧拍蔡主席到花莲去探视凤梨农的行程。整支影片只有简单的配乐跟上字，透过网路宣传，希望能够更争取民众认同。驶进花莲农村，蔡英文深入乡间关心凤梨农，竞选团队随行侧拍制成短片PO上网，不用花大钱下广告就能让网友看到小英的另一面。走进凤梨加工厂，每一样东西蔡英文都看得好仔细，没有太多声音，只有简单的配乐和文字，将小英主席的亲和力刻画得一览无遗。在选战的过程当中，把这个主席跟民众互动之间最真实的状况，把它做一些整理跟记录。民进党没钱有没钱的做法吗？另类方式宣传农业再生政策，蔡英文用行动关心农民。24号下乡到桃园，跟农民一起大口吃便当，也不忘向支持者来催票。我的手头足哦，我会过高十岁，好，我60岁。哎，为什么是手头足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投过票，去找出更多以前没有投给民进党的，或者以前从来没有投票的，或者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投票的人，让我们的小英之友会可以无孔不入，找到每一张选票。选战越来越热，每一票蔡英文都不放过。三立新闻林建宏串人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好，今天我们正点人物呢，要带您来看到的是